玛嘉烈医院咧有四名同事咧，琴日系初步确诊嘅。咁呢四位同事咧，即系都系支援服务员工。咁第一位同事咧，佢系喺玛嘉烈医院丽景大楼嘅康复病房度工作，佢系负责照顾病人嘅。佢最后一日翻工嘅日子咧系7月24日嘅通宵间。咁喺佢喺7月23日咧，其實就住過我哋醫院嘅宿舍。咁同房嘅另一位，亦都喺同一個病房工作嘅支援人員咧，亦都啱啱初步確診咗。咁同一個宿舍病房裏邊咧，就有另外6位同事，咁咧就會被列入為密切接觸啦。咁就要需要安排檢疫嘅。咁另外咧都有10位同事啦，分別同呢2位同事一齊食過嘢，咁所以咧都會係被列為即係緊密接觸啦，亦都會需要安排檢疫。咁呢2位同事咧工作期間咧係有戴口罩嘅，咁暫時咧就冇被病人咧被列為緊密接觸。咁至於第3位剛剛初步確診嘅支援服務員工咧，同頭先2位嗰個同事咧係喺同一個病房度工作。咁而家我哋嘅同事咧都仲係做緊即係嗰個接觸追蹤。咁而家嗰間病房咧，其實我哋已經停止咗接收新症，咁亦都同時咧暫停咗出院。醫院咧會密切監察翻住喺嗰間病房嘅病人啦，同埋職員嗰個健康情況。咁另外第4宗初步確診嘅個案咧，佢係一位喺腫瘤科專科門診工作嘅支援服務員。咁咧佢最後一日翻工咧係7月27日。咁佢工作期間咧最主要嘅工作咧係幫病人咧量度血壓啊嗰啲維生指數。咁佢翻工嘅時候咧係有戴口罩，咁就冇病人同職員咧就會被列為緊密接觸嘅。咁而有關嘅病房同埋專科門診咧，其實我哋已經做咗徹底清潔㗎啦。